嗨，大家好，我是江城，温州肯大学一七级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在即将到来的国庆节，我们也会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Hello， 大家好，今天距离国庆还有一周的时间，我现在在伦敦的中国城。在伦敦的中国侨胞们和中国留学生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庆祝祖国七十周岁生日。饺子来了，在国内的人物，哇，生日了，终于能吃饺子了。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Flight KU602 is now boarding. Would you please have your belongings and boarding passes?大家好，我是温州肯大学2019届毕业生刘作，现在呢我在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大家好，我是温州肯大学2017届的毕业生夏雪，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香港。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州肯大学2018届会计系毕业生周逸晓，也是香港中文大学2019届全球政治经济专业毕业生，现在我在深圳南山的软件产业基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州肯大学2017届毕业生李月我现在呢在美国达拉斯。大家好，我是温州肯恩大学2018届毕业生徐晶晶，我现在就读于美国杜克大学。大家好，我是温州肯恩大学2018年的毕业生施一晨，我现在在英国的爱丁堡。我是温州肯恩大学2019届毕业生蔡如金 Cici， 然后我现在在悉尼大学的商学院。哈喽大家好，我是温州肯大毕业生万幸，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我很感谢中国，让我有机会可以走出去，去看到更大的世界，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不论走过了多少国家，中国永远是我的根和家乡。我很感谢祖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为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非常好的教育机会，让我们有机会睁眼看世界。我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稳定，以及早日实现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愿景。近年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将世界连为一体，并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此感到非常骄傲。国外的月亮真的没有比较圆，每次就是出国之后会发现自己的国家真的非常优秀。而现在我作为一名身在海外持有中国护照的留学生，我更要感谢为我们提供的坚实的后盾，越来越繁荣昌盛，就像这个牌匾一样，国泰民安。我想祝祖国七十周岁生日快乐。祝我亲爱的祖国七十周岁生日快乐，永远繁荣富强。祝福祖国母亲七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祖国七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祖国母亲七十岁生日快乐。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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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生日快乐，耶！温州肯恩大学赴美交换生，祝祖国国运昌盛，繁荣富强，七十岁生日快乐。